凌晨四点的雨台，雨田。这是凌晨四点时候的雨田机场，也是人最少的时候，乘客基本上都已经登机了。餐厅还没有开业，偶尔也会有乘客推着行李从身边路过。机场有很多人在这里过夜，在那个长椅上睡觉，此刻还有很多人还在睡。羽田机场还是很漂亮的，也很现代。机场里的商家都是营业到每天的晚上十点，十点之后他就关门歇业了，所以这一片商铺非常的安静，静悄悄，没有人。这是著名的江户小路，浓重的日本风情啊。